先给我家毛毛弄好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喜欢的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。你们看到我们家这个毛毛没有？已经变成一只邋遢狗了。今天我就要帮它改变一下它的形象。我们先把它身上的毛给剃掉一部分。毛太长了，都有点打结了。看我们家毛毛身上浇完水。其实挺小的，它也只有四五斤，五斤左右的样子，体型不大的。洗洗干净。我们现在开始帮它剪了，它的毛比较密啊，剪起来比较舒服。开始剪头了，一只狗好不好看就在于头了，头是非常重要的。剪嘴巴毛的时候一定要当心，不能剪伤它了。各位看官，我已经给我家毛毛弄好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喜欢的？有喜欢的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拜拜啦。